张家军动手，张家军动手。立法委员张家军为了要增加声势，这次特别在众多支持者的陪同下，在水南市区挨家挨户进行扫街拜票，无论是店家、路边摊贩、买菜群众或是过路的人，拢以向前来握手，和乡亲感受热情。拜托谁啊？拜托拜托，你们你们都干的，谢谢你啦。张家军在水南拜票队伍当中，除了县议员黄文祥、水南乡民代表会主席周连昌、水南农会总干事洪定仁，以及众多的妇女助选团以外，上届引人注目的就是张家军的翁婿林家宏，认真诚恳的拜票态度，予人留下真深的印象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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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大家小巷来争取乡亲的支持。水南乡长期受淹水问题来困扰，争取第78甲线的规划，以及分一六四线水南连接北港交通要道，嘛急待拓宽。地方乡亲期望政府单位以及民意代表，持续努力来争取完成。记者范宏宽采访报道。